大概了解。北基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，今年第45届。我们北一区啊，自从40届以来，都有办这个宜兰围炉活动。因为宜兰地区也是属于北一区的啊，同济会的，包括北一区里面啊，在每一年都有办这个围炉活动，让我们的一些偏乡地区的朋友都发给他的每年的红包。以及围炉的啊餐会，啊让他们能够啊在这个温馨的啊过年期间啊感受到啊社会的温暖。啊这一次的经费包括啊红包以及餐费，总共大概80万元，以及我们的宜兰社会处啊大家共同来举办。啊经济这个钱的来源是由于我们北一区的。啊，各个会啊，目前北一区有30几个会，大家共同来出钱来募款啊，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活动啊。预计往后每一年应该都会继续来办这个活动啊，所以说今天感恩大家啊，共同努力啊来完成这个活动。那主席可不可以顺便跟我们拜年一下？快要过年了。顺便跟宜兰的乡亲拜个年，啊，宜兰乡亲，大家啊，新年快乐！在啊，2019年，猪年，祝福大家诸事大吉大利，啊，健康，诸事顺心如意，赚大钱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大家恭喜恭喜恭喜！那请问主席哈？刚刚有提到，就是说有哦，就是说去募，就是有募款的一个对象啦、啊。那这样的话，会不会有一些困难的地方？哦，同济会啊，是以儿童为优先啊，大家对于这个那么有意义活动，大家都很乐意的慷慨解囊。啊，目前是北一区各个会啊募款到每个会员，大家啊。有的才自由乐捐啊，有的啊就大额的捐啊，看个人的啊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啊，来完成这个活动。那同济会大概已经成立多久了？就刚开始到现在。我们国际同济会是由美国发源起的，已经100几年了，在我们台湾总会今年是第45届。是这样子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